各位交代一下，我现在在大理这院子一出来就是两个石榴树，你可以看上面有石榴，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工具能把它摘下来，就只能由它在树上腐烂，有点可惜，但是还是挺喜欢这个位置。OK， 最后要拍的东西感受到，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云南这边拍东西，然后分享一下我都带了些什么东西吧。就是最近也是秋冬嘛，秋天不来广东找我，那我就跑到云南来找他。主要还是秋季单品比较多，因为冬季的话，好像目前的品牌们也没有更新到那么快、那么厚实的一些冬装。OK， 那么就赶紧开始看一下，我带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打底的话，我就带了两件短袖，就是这种短 T， 都是羊毛的，之前跟各位分享过了。一件是我现在穿的这个 Smart Wool 的，还有一件就是这个山雨道的，前几条影片跟各位分享过了，就比较基础一点。忘了还有一件Lululemon的长袖，它是一个徒步系列，也是比较薄的这种华夫格纹里头，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口袋，就是在后腰的这个位置，还算挺轻薄，袖口有指套，但它这个袖子设计我不懂为什么做的很短，可能也是我手长吧，反正我这个指套基本上套不上，不过舒服还是很舒服的。然后中间保暖层我带了好几件这个 Alpha Direct 的抓绒，基本都是 Wash Wind 的，然后他们早阵子也是用了这个面料出了一件长袖，我之前这几件都是背心，包括我这件也是，然后这件是连帽的，还有一件没有连帽的90的版本，就是厚度化，他们基本上市面上能看到是 Alpha Direct 的60 90 120，然后我买的基本都是90的，就是我觉得厚度刚好。这个是做了高门带的，本来是白色，然后全部染了这种脏脏粉的感觉，还挺不错。Alpha Direct 这个材质呢，目前来讲应该还是说是一个暖重比比较排在头部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吧，但是它也就是性能比较极端一点，确实保暖，但是它几乎可以说完全不防风，然后也比较脆弱一点，比较怕刮，尤其是像魔术贴的那种勾面的，千万不要碰到了，一勾很容易就破坏掉了。但它整个打包程度包括重量都非常轻，然后我这个是中号的，我应该有穿这件衣服的照片，回头我贴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反正就这样子，这是抓绒，就中间层的部分。外套的话我没带太多，带了一个薄的 OR， 这么大，就是折叠起来了。 Pertex Shield 就是比较薄的皮肤衣，但是它有一定的防水属性。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个是三合一的外套，正经的能有防水膜的 Event 防水科技，坦布尔的朋友给我体验的。中间层是一个800蓬的羽绒服，然后外层是 Event 的这一个防水的冲锋衣。它整个虽然说也是三层啊，但比我们印象中 Gore-Tex 的三层要薄很多，然后也软很多，打包程度会高不少，没那么吵。Reco 啊什么这些都有，该有的都有，就是我这几天穿下来感觉还不错。至少反正最近大理天气还不错，没有那么极端，偶尔会有点小雨粉，但是不强。最大雨的那天晚上就是我刚到的那天晚上，淋了大概个20-30分钟吧，因为我去车里拿东西，来了回回走了几趟，也没有任何渗漏，但是表面会有一些积水，我感觉性能还行，简单体验下来。主要是它也不算太贵，这个价格等于说买到两件衣服几乎可以涵盖7-8成、8-9成的使用场景，我说日常生活来讲。然后这颜色也不错，有点灰灰紫紫的感觉，不是特别艳的紫，然后还蛮百搭的，跟我最近这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这种类型的紫红色的或者是玫粉色的之类的这种单品都挺搭得上的。哦对，说到这个颜色呢，各位还想一下刚开的这个新的鞋款 Salomon Vans 的系列的这一个布克的 Snow Cloud， 然后它是鞋盒很大，鞋子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高帮或者说是袜套版本吧，它其实里面是一个针织袜套的内靴，然后整个皮它是可以把这个剥下来的，底下通过几个绑带绑住，那侧面的钩子。这鞋款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刷到过 Salomon 的一些 archive 鞋款，其中就有 Snow Cloud 这个鞋，但是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把衣服脱掉之后，它里面现在是有点像袜套针织鞋，鞋底几乎还是维持原状的，然后不过它这一个外层与内层看到没有，两种不同配方的橡胶，外层这一个非常绵软的是回收材质做的，然后底下这些就真的是 Concrete 的橡胶。整个鞋型这个是改进版的，然后我会把原版贴出来，
原版会更像一个 mock， 那改进版的这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环保回收的感觉吧，包括鞋垫也是这种再造的材质，鞋底也是，然后鞋外层这一个皮或者说它的衣服呢是那种很有韧性的风衣料的感觉，然后通过几条绑带扣在鞋底，这个鞋比平时大家穿少了们还要再偏小一点，所以这双鞋我是拿到了43才舒服，那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上脚的效果等会贴在画面上。说拿上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鞋型很正很漂亮，然后它的鞋底不像传统少了们那么的后高前低破差大，它几乎是维持一个接近水平的感觉，虽然它看起来也是挺有起伏感的，然后它的后跟并不是那种可以踩跟穿的，后跟有非常包裹强的一个甜棉的部分，然后就是把它衣服脱下来的效果，那没脱下来就这样子。这个鞋目前看是有两个配色的，我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灰灰土土的感觉吧，然后另外还有一双纯黑色拉链，就这样子。我觉得这鞋效果还挺正点的吧，比想象中好穿舒服，这样穿的话就日常很透气很软，就是如果坐飞机高铁什么的穿着它也没有什么压力，鞋底也很软，然后如果需要点防御性的话就把外套给它穿上，因为它外套也是防水的，就挺全能的吧。脚感我觉得说普通，因为它前后波差不算太高，比较平，但是日常扫街就是压马路什么的没什么压力，蛮好的。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我鞋底是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Personal Studio 联名的这个水袋背心，这是 Active 12升的容量。这个背心我先不说它是不是跟 Personal Studio 联名啊，就单说这个型号是我自己拥有的好几款不同的水袋背心里面，我觉得它是最贴我身体的，包括肩膀的这一个腋下这一圈裁片的形状，然后肩膀后脖颈的这个位置一直下来到胸口侧面的位置，整个弹力都特别贴我身体，几乎是100%吻合，这样把我裹起来的感觉。这个是我之前背水袋背心包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啊，这款特别包裹。Personal Studio 联名呢，应该也不用再重复了，几乎是现在每年都要做一两季的联名，然后这一个他们的 logo 以及有一个 slogan。Road to Nowhere 奔向日落的感觉挺漂亮的，那正面呢就是这样子，两边各有双方的一个 logo， 挺简洁的，几乎是纯黑色配一点点棕色边，这也很 Personal Studio。 一直以来我个人觉得 DS 他们的这个审美就是配色方案还是挺高级，很耐看。那水壶袋我抽出来了，因为暂时用不上啊，但是也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水壶袋是跟普通萨尔门的不太一样，有 Personal 他们自己的 logo， 然后它的字会是那种银色，常规款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过，之前他们大部分都是蓝色的。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 Wiper Jet， 火号名字在这边，这个我还没开箱呢，跟各位一起开箱看一下 Y Project Speedcross 3啊，他们非常招牌 Y Project 的这个无限堆叠的这种造型，虽然说很 Y Project 啊，包括他们的宣传片各位也可以看到大概是 Y Project 的设计语言怎样的，但是作为一个广东人来讲呢，我第一眼看到他真的没有办法劝到我自己不去联想到这是谁的布拉长点好了没上桌，但是视觉效果还是很漂亮的。然后里面本来是 Speedcross 的位置换成了 Y Project 的名字， Y Project 最近的动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最近在进行什么资产重组还之类的，目前有点状况，不过不影响他这个单品设计还是很出彩的。这款鞋我目前记得好像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我手里这个银灰色，还有另外一个纯黑色，但是有一点 Salomon 点缀的那种彩条，整体还是黑色。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会更日常一点，黑色那个看怎么搭吧，因为 Y Project 他们由于设计总监跟 Diesel 也是几乎是关系比较绑定的存在，他们大部分的单品也是牛仔堆叠的效果，如果搭配一些 grunge 风格牛仔一点的单品呢还是挺不错的。但当然我这一次没有带那么多这种类型的单品啊，等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带了几条裤子。 OK， 那这就是 Y Project 这一双 Speedcross， 这个鞋的重量还是不错的，而且它是新版的，你可以看到鞋底的，不是那种 OG 版的鞋底，重量蛮重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面料堆叠，还是反正这个鞋底是没有阉割的。最近正是新品季呢，新品收到时间有早有晚，正好又收到了一双场景换了，就也是简单给各位开箱看一下。首先看鞋盒，是一双蓝盒，这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联名鞋盒了 ，Fidio 的这一双 Alpenway。那鞋子本身呢就这个样子，这一次一共出了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白绿配色，还有另一个全黑的颜色。我觉得绿色这样会更加鲜一点点啊。不知道黑色和绿色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这双鞋款名字叫 Alpenway SP2。那 Alpenway 这个鞋子呢，可以说是萨尔门目前的越野或者说是徒步越野混合鞋款里面的一个比较顶尖的存在，它也是 S-Lab 系列的。使用场景基本就是我们俗话讲在竖线以上这些碎石路面或者陡峭山壁这样的场景去设计的，而且最主要是整个鞋子的外底的设计以及是橡胶配方都非常进阶，非常的进取的一个设计取向。可以看一下它外底的不同形状的纹路设计，
它其实有分几个大的不同区域，吸盘状的一条，然后包括这边以及这边的菱形区域，前后的纹路也是不太一样。那它也是针对爬坡去设计的，包括前掌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做了耐磨涂层的硬质缓震泡面。那中间这一块是 Energy Cell 的更加软一点的泡面，这是双密度泡面的中底。然后内外侧的这一个位置呢，都有一个90度凸起的防侧向扭转的支撑。整个鞋子的外底性能是非常好的，上脚脚感也很不错。Filio 的加持呢，整个鞋面的设计跟我们平时看到 S-Lab 的那一双 Alpine Way 是不太一样的。你可以看到这双鞋有点鼓鼓的感觉，King King 的，它的鞋带可以一直延伸到鞋头这个位置，尤其是鞋头这一圈，包括它鞋舌呢，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整条一直延伸到这个位置，所以它在这里呢会有大概鞋舌、鞋面外面的这一层皮革、鞋头这一圈，以及内侧它有一个黑色绒面的材质，一直延伸到前面，所以说它这里有三层。在这个位置的话会有点压脚趾，所以各位码数上最少要选大一码甚至一码半才舒服。那我这一双呢也是拿到了43才 OK， 就我平时只要425。外侧这边呢有一个透明网纱状的设计，里面是 SenseFit 的结构，但是这个并不是真正的 see through 的设计，它不是看透了，里面有一层我刚刚说的黑色绒面的材质，在内外侧都有。那么来到内侧呢，会更加像一双秋冬鞋款的感觉，有一个菱格纹的缝线设计，然后包括这一圈一直从里面延伸到后跟，在外侧在这里消失掉的一圈皮革材质，这是耐磨防刮的。鞋舌这边 Filio 的 logo， 然后后跟提环是 Salomon logo， 那另一只脚是反过来的，然后包括侧面这里会有一个 Filio 的小的芝麻。然后鞋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整双鞋的性能包括上脚效果的话，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简单上脚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为了以防万一变天的可能性呢，除了这些，当然我个人觉得啊，这些就是目前这个季节来讲，我带的刚刚分享的那些保暖的单品应该也是够用的，但是以防万一我总会备个一两件，谁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备了一件 GoWin 的这一个棉服，非常非常薄的一个棉服，它打包起来也很小，梯面银标搭配 Pertex， 所以它整个性能还是 OK 的，并且它打包起来真的很不占地方，当然它也不是特别厚，就挺薄的，肯定没有之前跟各位分享过的 Atom 那么厚，揉起来差不多就可以打包到这么大，保暖性没有羽绒那么强，但是就搭配的这些抓绒单品穿呢，透气性会更好一点，羽绒就一穿马上就热得不行。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来自 What's Wind， 最近真的播出他们做的东西很不错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最近的单品了，应该是上半年的吧，包括我身上穿的这一件也上半年了，是一个 Gore-Tex 材质的围裙，可能功能性方面的考虑不多，反而是穿搭方面，就是可能偶尔我会想是不是有可能搭一些造型过阔一点，所以带一个这个，当然它平时也可以围一下， Gore-Tex 肯定防水嘛，你想当披肩也行，或者就当个围裙，因为有时候下半身的裤子不一定都有防水膜科技，大部分的户外裤装只有一个 DW2 防水涂层，所以它的防水性能肯定不如衣服那么强，那这个围裙就是给到你下半身的一个保障。当然背包本身我也是备了一个雨衣以及防水罩的，正经的户外防御也是都带了一套，围一下给大家看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有个扣子，它这个是没有任何口袋以及内衬的，掀开它直接就是 Gore-Tex 的内里了，这边有一个压胶拉链，它其实也是通的，但是为了方便你掏里面裤子的口袋，然后下摆依然有两个抽绳可以抽紧，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帅挺方便的。具体还有什么颜色我不记得了，我就跟各位讲分享一下，这样的单品确实平时也不会怎样多见，或者说使用频率太高，但是作为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的单品，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它叠起来也不占地方，大概也就是这么大。我穿了一双鞋出来，是联名的这双 ACS Plus CSWP， 这个保暖又防水，
在这个季节穿还是挺不错挺舒服的。虽然我也带了一双 Gore-Tex 的凯勒石做后背，但目前的天气呢还没有严重到要穿 Gore-Tex 的鞋，这双已经能应付目前所有的天气状况，包括踩水潭踩就是湿地草地什么的我都穿它去，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搭配感造型感包括配色呢，也是跟我刚刚分享的一些单品都还蛮搭的。备用的 Gore-Tex 鞋子就是这一双，目前还没有用得到，只是带着后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早阵子万象天地的 Paul Ralph Lauren 刚开业，然后他们这个 Ralph Lauren 据他们店员说是目前来讲系列最全的一家店，就从咖啡到 Polo 到他们那个常青藤系列，然后到 RL， 就基本上目前拉夫劳伦所有的系列这家店都有。虽然每个系列展出的位置也不算太大，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开业的，我逛着逛着无意中发现原来已经开了，因为之前都是围起来的嘛。然后我当时比较晚了，九点多快十点了，商场要关门了，我就随便逛了一下，买了一顶羊毛的冷帽，棕色的，纯羊毛，也没有什么太特别，有一个小小的 Ralph Lauren 的 logo， 这个颜色呢是黄棕配色，然后这个帽子它是有点咖啡色，但是又有点灰灰的感觉，我不清楚你们在画面上看起来什么质感，里面就挺简单的，就这样的，戴上头的效果不算特别大，但是勉强包住半个耳朵，它户外也可以，城市也可以，就整个造型感都还不错。然后就是我现在戴的这个 Nolan 发带，这个几乎是我出门必带，挺舒服的吧。然后再就是一顶帽子 Montblanc 的这一顶 Gore-Tex，之前跟各位分享过了，还有一顶 AOOT 的帽子，也是他们这一季新出的，算是一个软壳面料吧，挺不错的，很耐戴，短檐，是那种硬檐帽。他们这次还出了一顶软檐帽，可以翻檐的，那我就没戴那一顶。裤子呢，我其实是穿一条带一条备用一条，备用那条因为不是一个日常穿的裤子，是一条防水冲锋裤，几乎就只有登顶的时候才能用到。但是我们这次没有一个严肃的户外活动计划，那条裤子就只是作为我一个临时备用，万一我平时穿的裤子脏了或者是破了或者干嘛有意外的，那条裤子就可以顶上。真正拿来穿的我只有两条裤子，其实我本来带了三条，但是打包过程中我漏了一条，就只有两条了，穿了一条也是 Watch the Wind 的这一个非常肥大的工装裤，它其实口袋不多，正经的两个插手袋以及后面屁股一个直插袋，就三个口袋。然后它腰围有一个绳子调节，门襟是斜拉链，这条裤子应该也是他们上半年的单品，斜打开的一个门襟，就还挺舒服的。然后这条裤子也是不需要任何绑别的腰带什么就能穿，挺方便的，并且它有一定防水涂层，日常也不会轻易弄脏，薄厚度的话也算蛮合适的，它是有点这种类似风衣料的感觉。然后它的版型开顶比较肥，上身效果你可以在画面看到。好玩的就是它这个裤脚的位置有一条这样的有点工装的这种类似反光条，但它并不是反光材质啊，只是一个视觉上的效果。这条裤子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有两个配色吧，我这一条我算是码出来的，我应该穿他们家单品都是 M size， 就是这一是一条，然后另外一条就是一条始祖鸟的 Gamma MX， 但那条裤子我目前到现在就出门到现在一次都还没穿过，因为天气没有那么冷，就基本上这一条都挺顶得住的。那背包是上雨道的那个包，这个也跟各位分享过了。然后还有一个小鹰的这一个，基本上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包，然后有一些额外的零碎，我还有个行李箱，出门还会带一袋的小零食，但零食不是重点，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刚冲的咖啡，我自己在家里面把粉磨好了，但是不知道拿什么东西装，就拿了一个冷帽的小杯子装。绿杯就带了 Rivers 的这一个，它是不需要任何滤纸或什么的了，它是简单的一个滤网，它当然是配套 Rivers 自己的杯子，不过大部分的杯子呢也都能用到。然后呢清洗也比较方便，直接把咖啡渣倒掉，就不存在还要浪费滤纸的状态。就拿刚刚各位分享的单品简单给这个造型一下，就我最近还蛮喜欢那一套过阔一点的造型，那单品就还是刚那些刚刚说的那些露露，如果我袖子套上去这样脖子很够长，过来走一圈。然后这是那条 Salomon 的冲锋裤，它是一条单层，里面几乎就是完全不透气那种，但是很薄可打包。然后鞋就配这一双 Snowflop 的颜色跟这件冲锋衣也蛮搭的。然后我先把抓绒套一下。 Watch the Wind 他们这一季出的这一些关于 Alpha Direct 的单品呢好像都是限量，因为他们是拿尾料做的，供应不是那么稳定，但是他们现在有那个 Evolve 材质的版本，性能接近很像，然后那个就稳定一点，颜色也比较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去看一下。然后这就是 M 码上身的效果，你可以拉得再高，但是它这个弹力会有点小，就勒脸勒得不是很舒服，我稍微降低一点点我觉得这样舒服，然后并且这个领子扯得也不会太过分。过阔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户外版的机能忍者的感觉，折得严严实实的，但是所有单品的色彩会比城市机能来讲要 colorful 不少。然后这个手套也是之前各位分享过的黑钻，它是一个可以五只手指全触屏的手套，当然现在这个季节我这样穿肯定是热的，不过在丽江就刚刚好，大理气候还是很暖。然后这组照片呢，因为当时在丽江我没有收到这双鞋，所以现在补一下，我理想中搭配的效果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照片里我拍的是上雨道的那个包，
但是现在这种动态演示呢，我想试一下这个水袋包 Fast Normal 这一个，还有这种红色系的可爱小配件。 Afterback 这种材质呢就挺透的，设计成蒙面的效果我觉得挺合适，因为它是几乎完全不防风，我这样呼吸眼睛也会起雾。刚收拾东西忘了，漏了件备用的软壳没介绍，其实装备的。他们这一季除了几件牛仔衣然后裤子我在上一条影片有穿，那个会比较适合城市，然后这个会更加我觉得城市户外都可以。软壳嘛就没什么好说的，里面有织绒，穿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有背带。它这一整个原型也是基于 PCU 的这个服装系统的去做的，袖口有这个魔术铁收紧，这里有个扣子，就不用拉上拉链也可以简单合并起来，那大概就这样子。胸口有两个拉链口袋，是压胶的，这里有两个揣手的口袋，拉上看一下。这个拉链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型号这么大，有点太大个了。里面搭配像这种 Alpha 的抓绒衣也可以，蛮暖的，直接穿也不错，它里面的绒很细，拉上来大概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两个扣子，还可以再合并一下，就把这个帽子露出眼睛的位置呢给压缩的更小一点，这样子。然后这后面还是有个抽绳，大概就这样了。因为是备用的衣服，我现在还没拿出来穿，没到那么冷，所以刚忘跟大家说，就这样。简单搭配一下 Y Project 和 What's Win 的裤子，上身看一下效果。OK， 那么这大概就今天一个快速简短的开箱，就先跟各位分享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